来自于重庆的中华第一龙铜梁火龙精彩的表演，各位弟兄们准备好了没？有没有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华第一龙铜梁火龙精彩表演？我们这是经过了1500度的深潜流程。风调雨顺，年年好，五谷丰
再次呢，也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第二个感谢也记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有好的兆头，谢谢。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的，由我们的刘主任呢哈来率领着我们的好朋友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表演，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重庆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一起呢来一张大合照哈、哦、呀，也为大家呢拍下了一个历史的一个镜头，非常的感谢。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贵宾朋友们，也让大家近距离的看到啊、哦，我们铜梁火龙呢它为什么会有这种。